新一今天吃很大碗的饭，哇，这个是大人的分量。吃啦！这可别恭维，Go go go， 第一钻石。如果全部吃完，我们就上去楼上看小礼物。哇，这个不可以吃。这个不可以吃。对。哦，你还没有吃完。吃完的菜太勉强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没有吃完可以请妈妈帮忙。吃饱就好了。去年